您清洁您的家，但您家里的空气呢？您的居家室内空气可能比室外空气污染程度严重高达五倍，它可以含有有害微粒，如过敏原、病原体甚至气体。房间内的空气可能会有细菌、病毒和霉菌等病原体，您可能会发现恼人的物质，如霉菌、皮屑、过敏原和异味。您无法控制室外空气，但您可以控制您家中的空气。向您介绍全新 Atmosphere Sky 空气净化器，与标榜去除过敏原和其他污染物的顶尖竞争对手产品比较，本产品是具有最佳性能的 HEPA 空气净化器，从经过净化器的空气中去除超过130种污染物，99.99%的滤净率，比只有 HEPA 单独运作的效果更好。过滤小至0.007微米的悬浮粒子，那比人类毛发厚度还小7000倍。Atmosphere Sky 空气净化器得到美国过敏基金会的认可，获得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认证，还获得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 AHAM 的认证。Atmosphere Sky 空气净化器采用 IntelliFlow 独特的内部空气流通系统，为室内空气质量设定了新的标准。IntelliFlow 包括一个粒子传感器，在净化器运作时监测室内空气质量、三重过滤以及独特机体。净化过程的第一重是预过滤，前置滤网捕获大颗粒物质，如毛发和纤维；第二重 HEPA 滤网去除微粒，如发霉、霉菌和病毒；第三重是活性炭滤网，可以减少有害的气体和异味。还有一个独特的机体，为最大限度地提高空气流量而设计。Atmosphere Sky 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体验而设计。其简便的功能包括单触式显示屏，可以让您立即调整设置。滤网使用显示器告诉您何时该更换滤网。自动模式会根据空气质量自动调整风扇转速。当您需要快速过滤空气时，可启动超高速模式。夜间模式用于调整灯和风扇的速度，以便于安静睡眠。您可以使用 Atmosphere Connect 应用程序，随时随地监控和管理您的净化器，它也会告诉您何时该更换滤网。每一台 Atmosphere Sky 空气净化器都有多达5年有限保修保护，标准2年有限保修。然后，当滤网按时更换时，您还可以有长达3年的可续期保修保护，总共可能达到5年的有限保修保护。如果6个月内全部付清 ，PayPal Credit 为购买额度99或以上的购买者提供无利息贷款。我们也接受 Visa、Mastercard、American Express 以及 Discover。您和您的家人值得拥有 Atmosphere Sky 空气净化器，因为空气质量提高生活质量。想要了解它在您的家中会如何运作，请与 Amway 独立企业主联系，以安排居家演示。请访问，在加拿大请访问